哎呀，这起泡胶放了两三天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要拯救拯救它。好了，我要搭一个帐篷试试。妞儿，吃果冻当然高兴啦。月月，你这果冻能让我吃一个吗？嗯，不可能。嗯，不好吃。再来一个草莓味的。嗯。再来一个黄色的。嗯，真好吃。再来一个。月月，你吃果冻就吃果冻呗，你怎么乱扔垃圾呀？我乱扔垃圾怎么了？今天又不是我打扫卫生。可是今天是我打扫卫生呀，你这扔的满地都是，等会儿我怎么收拾呀？那就跟我无关了。嘿嘿，又扔。月月，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我就扔，怎么了？这个月月现在真是越来越讨厌了，随地乱扔垃圾，这么多垃圾，等会我要收拾到什么时候才能放学呀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整整它。哎，有了。哎，月月，怎么了，胖妞？你不会还想吃我的果冻吧？哎呀，月月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胖妞从来都不喜欢吃果冻的，我是想说，我把这个起泡胶分你一半，好不好？分我一半？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来。给你一大半。哇，这个手感也太好了吧。那当然了，我搭个帐篷试试哈。好、啊、哇塞，哎呀哎呀，搭个帐篷把我的果冻皮都给粘上了，这怎么玩啊？月月，没关系的，你没感觉这粘了果冻皮的起泡胶手感更不一样了吗？哎，你说的也是哦。要不然你把地上这些果冻皮全都粘起来，手感肯定非常的不一样。地上的这么脏，我才不粘呢。月月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把地上这些果冻皮全部都粘起来，我就把我所有的起泡胶都送给你。行，为了起泡胶我拼了，快点啊。这果冻皮我都粘完了，你的起泡胶、哦、月月，给你起泡胶不着急，你先试试这粘了果冻皮的起泡胶手感怎么样。那好吧。哎呀，这什么呀，连个帐篷都搭不成。嘿嘿，月月，搭不成帐篷就对了，这粘了果冻皮都不能玩了，你让我粘它干什么呀？月月，是你先乱扔垃圾，我才让你粘果冻皮的。套路。